干嘛开灯了？关好眼睛。陈瑶瑶，嫁给我。沈玉行，我承认你这个人长得挺帅的，身材也不错，学习也特别优秀，但你这个人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穷。就这小戒指，碎钻都算不上吧？你觉得我会答应你？瑶瑶，等我赚钱了再给你补一次。清醒点！我陈瑶瑶从小到大都是从金窝里面长大的，你觉得我会真的爱上你这个穷小子？跟你玩玩而已。图个新鲜，当真了？卡里面有20万，当做是分手费。我的婚姻注定是要商业联姻的，以后别见面了。你认真的？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等等，不是要创业吗？20万拿走。真的希望剩下的爱情，对不起。我没叫醒妈，怎么说明？瑶瑶，你快逃吧，咱们家破产了。对，这20万是妈给你存的私房钱。你那个男朋友不是很爱你吗？养你应该没问题。妈，玉行靠他自己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不能拖累他。喂，喂，这里是警察局，请问是陈幺幺小姐吗？嗯，是我。陈小姐，您的父母刚才自杀身亡了。去吧，看哪个靓妹呢？去吧。我去，好巧，这个婊子也在。不过我说玉哥，你这眼光可真够毒，我见过那么多妞，就她最正的。我当时也想泡她打野时来着，结果我家老爷子没给钱，也就算了。说什么？
你叫他什么？好，陈幺幺啊，啊，这事谁不知道？销售能力一级棒，就没有他搞定的。林雪，你该不会是想睡他？我可跟你说了，他不是富二代吗？再别胡扯，富二代谁干这种？老沙仔，尤其是七年前，丫丫，来吧，继续喝啊！继续喝吧。美女，一个人吗？滚！别急着拒绝嘛，万一你有需要呢？百达翡丽的表，高仿的 ，LV 衬衫够记的，身上值钱的东西加在一起不超过3000块钱，还好意思出来泡妞？泡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个蛋。看到了没？这女人就是现实。我浑身上下所有的衣服加在一块，虽然内裤都没超过100，你哪里配得上我了？了解。合同拿到了，明天入职天盛。Let them know we on the way, counting zeros every day. You know that we never play.泽哥，怎么回事？离开我，就混出了这种大名。放开，不然我报警了。怎么，你现在就喜欢这种类型的？我喜欢什么类型的，都不喜欢你这样的。等等，你先开车回去吧，明天早上7点半过来接我。幺幺姐，这我不想再说第二遍。好，有事给我打电话。沈翔，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已经分手很多年了，这从哪出？没什么，就是过来看看当初心高气傲的你，现在来开开心。你家不是很有钱吗？怎么，你一个千金大小姐也需要出来拉客做生意啊？我还好啊，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陪着我，特别开心。反正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开心。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你不是出来卖萌吗？我给你20万，千万别走。我给你20万。千万别喝。那您看这合同。出来卖，装什么装？
我预言过千次百次的重逢。陈瑶瑶，你不是千金大小姐了。顾荣，怎么不够啊？那好，50万你也就值这个价。我告诉你，别。看来你这几年过得挺好呀，可是你技术太差了，开不上。我就算是寂寞了，我随便找个鸭子，也比跟你在一起难看。打够了，打爽了，滚！沈一行，我配不上你了。玉哥，查到陈瑶瑶当年的消息了。欢迎回家。你这样下去会死的，你知道你有孩子了吗？孩子？我和沈玉行有孩子了。谢谢宝贝。嗯，妈咪，你又喝酒了吗？太叛逆了，我去给你拿点热牛奶。真是个懒妈咪。妈咪又在抢他，他会不会是我的代替啊？晚安，亲爱的妈咪。这陈夭夭以前还真的是富二代，只不过陈静云从小把他捂得挺紧的，后来陈氏一破产，陈家就没人关注了。嗯。原来是破产的，第一天上班，打起精神来。陈总监很守时吗？欢迎来到庭上。以后请多关照。行。嗯，陈总监，有件小小的事情我得给你提前交代一下。哎，您说。那会儿见到我们总裁啊，千万别靠得太近。我们总裁啊，那是个情种，除了他的未婚妻唐婉小姐以外，其他任何的雌性碳基生物不得靠近他一米。那要是靠近了呢？上一个靠近总裁一米以内的女性员工，现在已经被发出去访问。说实话，挺变态的。不是总裁变态，是唐婉小姐。唐家在 A 市那很有势力，得罪了唐婉小姐，让你扫一辈子的厕所，你都敢去？
那看来我们这总裁还挺有魅力的哈，能让唐小姐这么提防你。陈总监，各位，这位是新来的销售部总监，大家欢迎。大家好，总裁来了。总裁，这位是销售部总监陈幺幺。销售总监。没错，总裁，这位是董事长亲自引入的人才啊。虽然没有面试，但是简历我已经放在您的桌子上。你跟我进来。被总裁打了，날바라보는미소가나두려워요내품에안겨있어도你费尽心机地出现在我面前，到底有什么目的啊？除了他的未婚妻唐婉小姐以外，既然已经不可能了，那……我打听到你发达了的消息，特意跑到你面前求复合的。都过去了这么久，你觉得我还会在原地等你这种不知廉耻、拜高踩低的女人吗？不是说了要很久吗？你怎么还在这等我？没事啊，我等你。那要是更晚呢？多晚？天生的违约钱，我付不起。沈总要是讨厌我的话，你就把我开掉。唐小姐要是知道了的话，也会不高兴的。幺幺姐，哎，幺幺姐，喂，宋医生，不好了，幺幺姐又病发了。沈总，不好了，监控发现陈总监精神状态不太好，现在在天台了。叔叔，我妈妈第一天来新公司上班，你们去会不会打扰到她？不会啊，我们是在给她惊喜。宋医生，不好了，幺幺姐又病发了。什么？你先在这里等叔叔好吗？乖。妈咪发病了，可是她已经三年没有发病了呀。你怎么来了？你是我从业的第一个病人，也是心理疾病最严重的。我以为你的康复是一个奇迹，为什么今天会犯病？不想说的话，借一个肩膀给你。我就知道，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怎么会有事？陈幺幺，
这么快就找好了下家。陈瑶瑶，你可真厉害，这么快就找到了宋二少。瑶瑶是我朋友，她换了新的工作环境，我怕她不习惯，所以来看看。她不习惯，你过来看看她就习惯了。当然。看够了吗？我们要开始工作。你走吧，我可以的。来，我下班过来接你。谢谢。陈瑶瑶，你就这么贱吗？谁给你钱都可以是吧？啊？钱，医生，医生，救救孩子！喂，就是。宝宝，你放心，妈妈以后一定会赚很多很多钱的。绝对不让你受委屈。谁不喜欢钱？深深的火明暗无遮，看着余晖的伤。你是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妈咪？她是我妈。她是你妈。难不成是你妈？妈咪又在抢她，她会不会是我的呆弟啊？放手，有本事你弄死我，要不一会儿后悔的时候可没有后悔药吃。你干什么动我孩子？你孩子这是你和哪个王八蛋生的？搞不着。陈瑶瑶，你不要告诉我这是我的孩子。沈总误会了，我孩子今年五岁，跟你没有关系。可是我明明六岁啊，这个暴力狂真的是我呆爹。我们要去上班了，走。喂，去帮我查一下张瑶的孩子。妈咪，你的脸都红了，还疼吗？妈咪没事，你没事吧？其实他是妈咪，我知道你害怕暴力男夺走我的抚养权。妈咪，你放心，我要写个保证书，保证跟他断绝关系。妈咪，你快看，叔叔叔给你准备的礼物。这项链900万！哇！不知道是哪家公子哥拍下的，最后又会戴在哪个富贵姐姐的脖子上啊？宝贝，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咱们不能收。哟，还有你陈瑶瑶不敢收的东西啊？
还有你陈瑶瑶不该要的东西啊。是你，好久不见。你个死穷鬼，你配得起我这件衣服吗你？唐小姐，对不起，可是是你玩手机先撞上来的。哎，我唐文，你干什么？又在欺负同学？陈瑶瑶，是他先弄脏我的裙子的。这样啊，刚好这有监控，咱们告诉老师，让老师看看监控怎么样？贱，就喜欢对我起事儿。算了，算我倒霉。想不到吧？沈玉琴最后成了我的未婚夫，而你沦落到我这种地步。听说荣城命里拿不下的男人，这里不关你。这破地方我还不想待呢，我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老宝贝，在这乖乖等妈妈啊。这个幻影人看着来者不善，妈咪会不会被欺负？我去找那个男人。看来玉琴对你还是有些感情的。这东西我都没收到过。这项链不是沈玉琴送的，她送的东西我不会收。陈瑶瑶，你当我是傻子？除了玉琴，谁能这么大手笔？哦，靠你外头那些野男人。都说了不要烦我。你能管管你的未婚妻吗？陈瑶瑶，想要吗？我说了。这个项链跟他没有关系。不要！阿米，瑶瑶，你疯了！玉琴哥哥，你怎么能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呢？你难道对他还有感情？项链在这儿。我对他没有任何想法，东西也不是我送的。还有，我说过，以后没什么事不要来公司。赵医生，是，把唐小姐送出去。唐小姐，请吧。不想说第二遍。我知道了，玉琴哥哥。陈瑶瑶，宋锦书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命都不要了，为了抢一条破项链。今天谢谢沈总帮忙，但是你好像没有成功。这小王八蛋不会是玉琴哥哥的种吧？宝贝儿，你爸爸是谁啊？阿姨，你的嘴好臭！你说什么？唐小姐，沈总会不高兴的。一个野种而已，能成什么气候？陈瑶瑶，看来你还是不长教训，那就让我好好教训你。陈瑶瑶，嫁给我。怎么，几百万的东西就能让你弯腰？还是怕宋锦书知道了抛弃你啊？陈瑶瑶，你怎么这么贱啊？
求我，沈总，想必你已经知道，我是董事长特聘过来的销售经理。如果你对我再有什么过激的举动，我会亲自向董事长举报。还有，管好你的女人。请沈总离开我的办公室。怎么还不？玉行哥哥，我就是太爱你了，对不起。我还没有答应跟你的婚约。请唐小姐以后不要再以我未婚妻的身份自居。婉婉是你的未婚妻，为什么不能自居呢？婉婉是你的未婚妻，为什么不能自居呢？沈伯伯，你在公司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那个陈夭夭是我挖来做销售，他名声在外，整个荣城都知道。这种女人你给我离得越远越好，我是不会允许她嫁进沈家的。有沈老爷子做主，陈夭夭这贱人肯定不能嫁给玉行哥哥。沈伯伯，她就是一时兴起了，你也别责怪她。我是不会和陈夭夭结婚的，至于唐婉，我也不会考虑。要不是你哥哥的双腿残废了，这门婚约还轮不到你。是啊，要不是他残废了，你也不可能认我。你，沈先生，您是沈总遗留在外的孩子，您母亲去世前联系了沈总。你母亲之前是在夜总会工作的，我也没想到他生下了你啊。既然是沈家人，那就走吧。你好自为之。走啊！既然说服不了沈雨行那个臭小子，那就解决陈忠耀。爷爷，你找谁？爷爷，你找谁？这小孩怎么这么熟悉？和我小时候的照片有点像。啊，我找陈夭夭女士。妈咪去买菜了，爷爷你先进来坐。好。你先穿鞋。好。多好我的孩子，这要是我的孙子就好了。爷爷喝水。你就不怕爷爷是坏人呀？不怕，我在新闻上看过爷爷的照片，是一个大人物。哎，聪明。呵呵，陈夭夭果然对异性有身份。爷爷，这是我爹地的照片。什么？你说的是真的？真的。可惜我爹地是个暴力男，然后打我和妈咪，我才不会认他。这个混蛋，他居然敢打你啊！爷爷给你帮忙收拾他。爷爷，你打得过吗？
你今天不是说了吗？爷爷可是大人物啊，爷爷找好多好多人一起收拾他。妈妈，怎么样？有没有乖乖待在家里？有啊。那洗手吃饭，走。宝贝，家里今天来过人吗？星辰啊，那这呢就是你跟爷爷之间的秘密，不要给妈咪说，好不好？啊，那爷爷一定要为我和妈咪早点出气。嗯，六啊。喂，林阳，你今天怎么回事？这迟到一个半小时了。对不起，瑶瑶姐，我早就来了，一直在总裁办公室里。沈于行，你在他办公室干什么呀？瑶瑶姐，我升职了，沈总让我做总裁助理。开什么玩笑啊！咱们这才入职几天，你升哪门子职啊？是真的。来，这呢是你的新助理。总裁说了，为了肃清公司的声誉，你身边现在就算有一只公蚊子飞进来，都得拍死。哎，陈同学，你这是找男人聊合作？沈总先请。去哪儿？约了刘总，他答应了有一个3亿的项目要签。这是董事长指定的重点项目，沈总要是没什么事的话。站住，我和你一起去。您在车里等就行。你真把我当死。希望沈总不要耽误员工的正常发展。先生您好，帮我把前面那个女士安排到靠窗的。不好意思先生，那位女士已经预定了包厢。这就可以。不。哎呦！哎呀！刘总，包厢订满了，咱坐这儿吧。瑶瑶小姐真是越来越好看了啊！啊，您看看，坐下说。瑶瑶，你太客气了啊！只要有你在，咱们在哪谈都一样啊！玉哥，哎呦，你也在这儿，刚都没敢认你。出来透透风。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工作狂也有休息的时候。没事，你就给我滚一边去。嗯。玉哥，那个陈幺幺吗？那老男人摸他手。哦，喂，啊，你，啊，神经有病吧？刚刚哪只手摸的？哪只手摸的？啊啊啊！好小子，谁呀你？啊，就知道老子是谁吧？你就敢打我？我叫沈于行。好、啊，
沈总，因为远日无山，近日无仇的，你打我干什么呀？沈玉祥，你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他摸你。他摸我怎么了？我乐意让他摸，他摸我是少块皮还是掉块肉啊？你管不着。我去，陈幺幺敢打玉哥，陈幺幺这次要完了。是啊，我差点忘了，你这种女人，只要给钱，谁都不是。瑶瑶，不算了吧，你看这身高啊。刘总，这事不能算我，你得报警，把这疯子抓进去。玉祥。瑶瑶，其实我没什么事，休息两天就好了。瑶瑶，你可千万别冲动啊！我先去医院了。好一招以退为进，他要是帮你打那个人，那个刘大胖子今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倒是不害怕，这一招要让老爷子知道的话，他就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一份合同，脸都不要了。对。我就是为了我自己，也算什么东西啊？我今天要是要脸，那刘文涛就得跟我翻脸。你是有权有势，可以什么都不怕，我还能养孩子呢。哎，明天公司的团队我来接洽，也会让刘文涛把项目给你一下。别出去了。什么意思？自明，这个项目不需要你。我明白了，陈总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报复。突然，陈总监以为我是对你于情于理了。突然，陈总监以为我是对你于情于理。沈总，这个项目我不会放弃，咱们各凭本事，最好咱们互相信任。这两个有故事。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喂，宝贝。医生不是让你少吃点？那能一样吗？这个呀，可是我宝贝送的。宝贝，现在啊，那爷爷就先走了啊，拜拜。爷爷，谢谢你请我和妈咪出去，这是我给爷爷的报酬。好，您都一把岁数了，这是老树开花了。放肆！给我跪下！答应我孙子的事儿，我一定要办到。给我跪下！您都知道了，是吧？是陈幺幺跟你说的，和陈幺幺无关。那你怎么知道我把刘文涛给绑了？什么？你还打了刘胖子？你还真是有暴力倾向。去，找个心理医生。你上去检查检查。是。现在能跪了吗？你今天要是跪了，
我可以考虑取消你们家的婚约。好了，好无聊啊！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哇，这个爷爷好厉害呀，真的能收拾暴力狂野！谢谢爷爷。沈总，陈总监儿子的信息查到了。查到了什么？除了名字，什么都查不到，好像所有的信息都被抹去了一样。什么？哎呦，我居然有孙子了！哎呦，老爷多此多福啊！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小少爷信息隐藏了。老爷，这为什么不告诉少爷啊？他连自己有儿子都不知道，这怎么继承沈氏啊？现在到了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这个孤舟也是蠢蠢欲动，还不是认这个孩子的时候啊。哦，你给我留意一下他们母子，有什么事情随时告诉我。是。刘总，瑶瑶来了呀。哎呀，你这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你去自个儿找地方坐啊，搁这正疼着呢，就不招呼你了啊。这是哪里的话？我来看看您是应该的。哎，刘总啊，昨天的事儿吧，真对不起。瑶瑶呀，你这不是见外了吗？那你昨天还为了我打了那沈玉贤的嘴巴子。我要是再怪你，那我是不是有点不地道了？要不说咱刘总能挣大钱呢？哎，瑶瑶呀，你老实告诉我，那个沈云行，他是不是对你有点那个什么？好，不要脸的小命！到时要了我还这样，你还有脸来？扒了个皮！你还有脸来？好，我扒了个皮！哎。来，有脸的小婊子，你都咋了？还脸了？打死你！哎呦，老子！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都是误会呀！哎呀，哎呦，都是误会！来人呐！来人呐！哈哈哈哈哈！切！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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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丫头，这莹莹，实在是不好意思，你可要话了。啊！你快坐，哪里的话是我不好意思。我说来看看您吧，这让嫂子误会的。你说我这合同，我哪里有脸找你签呀？明天让公司其他人来给你对接吧。哎，瑶瑶，你看这事儿让你受了这么大委屈，这合同我签啊，我签。B 啊。大小姐，你没事吧？干得不错，刘总老婆来的刚刚好。幺小姐，你看这个合同也太拼了，这万一真受了什么伤？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这种女人，为了钱什么都能做。不好意思啊，沈总，合同我拿到了。要是我告诉刘胖子，你再算计他，你觉得他会怎么？沈总，请便。哎，药。去给他买点药。好，好。等等，刚才是谁动的？刘总老婆。哎，看我买的桌子怎么样？你先我看。啊，对了，我跟你们说啊，陈幺幺那个小贱人，那天被我打的，连手都不敢还，还在我面前装，都不知道装什么呢。贱人，原来敢勾引我老公，麻烦货，勾引一个还不行，还敢勾引我老公？你们两个谁呀？我都不认识你们，你们两个神经病！你个死贱人还不承认，打他，打死你！
想不到刘总老婆是这样的人。他说陈瑶瑶勾引人也不可信吗？就是，我老公说的对，陈瑶瑶她有能力还大方，在商场上的手腕啊，跟她合作过的男人都没占过她便宜。嗯、啊。哎呀！停车！受伤了，严不严重？算你识趣。为了拿单子，一点小挫伤而已，不要紧。其实，你如果和我结婚的话，你送你什么？我拿你当很好的朋友，她很漂亮，但是不适合我。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操！沈云晴是星辰的父亲，对吧？沈云晴是星辰的父亲，对吧？是不是因为他？宋锦书，司医生，走。你想干什么？我是不会放弃。我还没有把你当做竞争对手。没良心。什么？沈家要退婚？不可能！沈伯伯明明对我很满意啊。就是你那个沈伯伯亲自打来的电话。沈玉行的妻子只能是我，如果不是我，那也不能是别人。今日你爸妈都死了，你还要管他？怎么漏了这么多气？不，这车不能开。沈总，你这司机没来接你啊？太不像话了！哎，要不然我送你一程啊？哎，沈总，沈总，哎，我还没上车呢。是你着急是窜稀了吗？赶着回家上厕所。喂，陈瑶瑶，我按了这么多声喇叭，你是聋了吗？怎么一点都没听到？沈总，现在是下班时间，有什么事回公司再说。陈瑶瑶，你现在给我立刻马上靠边停车，那个车在漏油，漏的是汽油。漏汽油？随时可能会爆炸。沈玉行，我刹车好像失灵了。操！陈瑶，你别紧张，冷静下来。你听我跟你说，你现在打转向灯变道，慢慢的去摸测护栏，看看能不能借助护栏的力量，将车皮停下来，明白吗？沈玉行，我要是没记错，前面两分钟真的会有个坡。什么？会不会就这样离开了？也挺好，就不用这么累了。陈瑶，你能听到我说话吗？陈瑶，陈瑶，你清醒一点！我还有心情宝贝，陈瑶，你听我的，前面有护栏，就是现在，过！爸。
陈瑶瑶，你是猪吗？那破车刹车都是你了，你居然还能开这么久？怎么样，疼不疼？陈瑶瑶，你不要给我站一块地，我再跟你说车，你不要以为我是在乎你。你干什么？你刚才都吓死我了！你怎么大费所工？陈瑶瑶。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还没做检查呢，快躺下，躺下。他都听不见了，居然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吗？还不快给他去做检查！女士，您听得到吗？就是病已经完全丧失了听力，具体情况还要做个检查。老师，你看他的手。进去。 给我把所有的医生给我叫过来。悠悠，悠悠，悠悠，啊，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刚才是有点失聪，现在能听见了，能听见。那手呢？手也没事儿，包好了。嘴都小烂。 嘴都小烂，那就行。老子用命久，也没见你对老子小。你怎么样啊？医生怎么说？脑子还行吗？脑子有没有事儿？你巴不得我变白痴，是吧？看来是没事儿，就是不知道医生治你的时候，是不是往你嘴里塞大蒜了？哎，瑶瑶，你没事吧？我听说你出车祸了。 没事儿，沈总，宋二少，您二位也在呢，那我就不打扰了，不打扰了。哎，疼死老子！哎，沈总，宋二少，您二位能不能回避一下？我找幺幺有点事儿。不能。哦哦，打扰。 等等，想不到陈瑶瑶为了刘胖子，竟然还能把你赶出来。得不到的人，自然成全不到。我这叫做有恃无恐。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小声点，我的姑奶奶，我告诉你啊，沈总这些年没有女朋友啊，那唐婉她功不可没。我听说前几年有一个小老板的女儿跟着姐，结果出意外死了。现在沈家和唐家退婚，我估计这笔账得算你头上。他就算是退婚了，我可能凶。谢谢刘哥，我知道了。啊，那你好好养伤，我先走了。哦，对了，我老婆呀被沈总雇的人打了，你要说他对你没意思啊，我都不信。走了。唐小姐，你让人自首。就算你不自首，天圣总裁也会很快查的。
你他妈要害死我！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供出我，我们俩一起坐牢，你什么都得不到；二，替我顶下这种罪，酬金500万，足够还清你的所有债务了。等你出狱之后，下半辈子再也不用为钱发愁。 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陈瑶瑶，这次算你命的。宝贝儿，爷爷带你去医院就是看望你妈妈一下。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呀？ 我要去看望妈咪。你放心，你爸，那个暴力狂，有钱，他会请人照顾的。他才不会，他只会欺负我和妈咪。臭小子，为父是救不了你喽！哦，哎哎哎，行行，你给我把门打开。想都别想。 谁行你就不幼稚。同学你好，你就是陈夭夭同学吧？听说你学习特别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能不能加个微信？哎，同学，我学习标兵，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不用了，不用了。你能不能不这么幼稚啊？他都要加你了。加呗。 7年前，你离开我，是不是因为战事破产的原因？悠悠，你病情复发了，很不稳定，我建议你离开天盛集团。你害怕暴力男夺走我的所有权，妈咪，你放心。 我要去跟保庄叔，还有郑刚他断绝关系。陈瑶瑶，你就这么贱吗？谁给你钱都可以是吧？啊！不是，我家破不破产，跟我和你分不分手，没有必然联系。当时要是知道你如今能有现在的成就。 我肯定不会放手啊！陈瑶瑶，你还真敢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有什么不敢的？那就好，我害怕报复错人。 你回家啦！妈妈去洗漱啊。 妈妈的病怎么越来越严重了？肯定是因为暴力狂。我要爷爷再收拾他一次。星辰宝贝，你干嘛呢？秘密。上回我问你怎么去的医院，你跟我说是秘密，这回你又说是秘密，你怎么这么多秘密啊？ 宝贝，你长大了就有很多秘密了。好吧，妈咪绝对没有好奇你秘密的意思，就是
有点伤心。给你吧，一定要保密哦。好。董事长，好了没？跪一次就能拿到天正5%的股份，下次有这种好事，记得还找我。快滚吧！只要我孙子啊开心就好。董事长难道已经知道星辰是沈玉行的孩子了？如果是这样，我该怎么办啊？陈瑶瑶，上班时间你在这晃个什么呢？陈瑶瑶，上班时间你在这晃个什么呢？我劝你还是不要做什么不切实际的美梦，不然啊，你的下场一定很惨。有你惨吗？听说你最近被退婚了呀？你干什么？车祸的事我还没跟你说呢。车祸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个人早自首了。哟，你挺了解啊。怎么了？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陈悠悠，他敢对我动手！董事长，怎么样啊？你看，没伤着吧？受伤了，你看呀，都是他干的。问你呢？您再问我。您再问我。那当然。你要是受伤了，我怎么和我孙子交代？哦，我还好。哎呦，太疼了！沈伯伯，你看呀！哎呦，说唐小姐呀，你就别到处乱跑了。现在咱们两家的婚约已经取消了，你要是经常来天盛，恐怕对你的名声不好啊。难道这个老不死的也被陈瑶瑶这个贱人收买了？离婚了都可以复婚，退婚了未必就把他带走了。没事吧？谢谢玉行哥哥。不，当初不是你要我后悔。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向我汇报，告诉董事长。知道了，沈总。玉行哥哥，你看他怎么这样。哦，他刚才都把我的爸，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为什么你突然态度转变这么大？您之前不是一直很看好我和唐家的联姻吗？现在怎么？是我想的吗？嗯。啊，你看啊，咱们沈家呢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再说了，往上倒腾三代，谁家不是在田间地头讨着过呀？所以嘛，这个陈夭夭也不是不能接受。他不配。妈妈，妈妈，你的外卖到了。哎呦，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爱心便当，你要记得吃。谢谢宝贝。来，妈妈肯定吃。进。丫丫姐，总算让你晚上一起去参加巴菲特举办的商业晚会。不去。丫丫姐，这个商业晚会聚集了各种社会名流，你不是一直看重人脉吗？人脉可以慢慢积累。总裁说你不去的话就开掉我。我的，不去。哎，谢谢姚姐。别谢了，我很撑了。哎，姚姐。沈总，沈总，姚姐同意了。嗯。等等，这饭盒。哪来的？是幺幺姐给的。总裁竟然花这么多钱买日本卖盐的打死了放多少盐啊？新手宝贝的声音真是不让人受用。陈主任，每天就是这个。小赵，给我拿几瓶水过来。艾伦，我忘记带鞋了。现在下班时间路上很堵，天盛顶楼有停机坪，让罗西送过来。好，不用这么麻烦，我穿自己鞋就可以了。你是沈总的指定女伴，你值得这一切。你的项链很别致。陈小姐，您来看看这双鞋呢。哦，来了。沈总呢？沈总觉得时间比较赶，先走了，让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赶到，不然就扣掉年终奖。是哪家的千金？这么漂亮？是啊，简直美得不可方物。从她身上的衣服来看，穿的都是未发售的高定款。看来不简单呀。这个贱人怎么来了？你好。我找天盛集团的沈总，请出示一下邀请函。陈悠悠，没想到你竟然追玉琴哥哥追到这儿了。这里可不是谁都能进的，这儿可是巴菲特商业晚宴。陈小姐，我记得你们陈家好像破产了吧？你是靠什么手段拿到邀请函的？该不会是靠陪男人睡觉换来的吧？我
我看他呀，就算是陪男人睡觉也没用，那还不是照样进不去。陈小姐当然有邀请。还不是照样进不去。我看几位业务熟练，想必已经拿到邀请函了。你敢骂我们陪男人睡觉？哎呦，我可没说，是你自己承认的。别跟他吵了，我们就站在这儿，看你这。陈小姐，当然有邀请函。沈不周，看来唐小姐还记得我这个被你退婚的废物。他就是沈不周，听说他是个变态，听说他双腿残废之后就变得喜怒无常，经常失手把人给打残废。婉婉，我们走吧。陈小姐，你愿意跟我一起进去吗？谢谢豪爷，我不需要。陈小姐，进去。原来这就是沈玉馨喜欢的女人。你怎么招惹上那个祖宗了？门口那个？我不认识他。哦，你最好是不认识。他现在和玉哥不死不休的，那手段阴毒的很呢。哎，玉哥。哦，哎呀，这种男人啊，咱们不要也罢啊。不过这个陈小姐作为女人，竟上赶着当小三，我今天肯定会跟你要个说法的啊。好，那我先进去啦。还是你厉害呀、啊，巴菲特妻子啊最讨厌小三了，你这一哭，陈瑶瑶呀惨了。别以为有几个长得帅的男人向我进去过就是了不起的，还故意在我面前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玉哥，你到底怎么想？我把人都带过来了，你可又不管了。哎，再这样我可找陈小姐跳舞去了。哎呀，开个玩笑嘛。哎，陈幺幺。陈小姐的项链忘带了，艾伦，哎，准备车，我们给陈小姐送过去。好。啊、我操，怎么回事？玉祥，玉祥，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过去？他求我。这位夫人。这位小姐究竟怎样得罪了巴菲特夫人，竟在这么多人面前让她如此难堪？谁知道呢？看样子凶多吉少吧。敢和我动！原来是巴菲特夫人，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你呢？既然不知道，就给我继续打，打到他知道为止，打到他知道为止。
陈瑶瑶，只要你开口，我现在立马就过去。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可义无反顾地站在你身边。陈瑶瑶，你怎么就不开口呢？只要我向沈玉琴求援，无论他帮不帮我，都会站在巴菲特家族的对立面。到时候天授恐怕会出问题。巴菲特夫人，我想要个明白。 好，既然不知道，我就提醒你一次，你拿走了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如果现在承认错误的话，我就放了你。原来是偷别人东西啊，怪不得。我没有。还嘴硬啊！我说了没有？还说没有？给我继续打！ 我说了没有？还说没有？给我进去打！我承认行动太愚蠢了，还不是因为他不肯承认错误，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说我偷拿了东西，请拿出证据。今天的宴会，然后。 你为什么宁愿受辱，都不愿救我？沈总，陈小姐呢？这是他落下的项链。陈小姐呢？这是他落下的项链。这项链哪来的？ 我看陈小姐一直戴在脖子上，看使用痕迹应该是戴了很多年了。陈瑶瑶，现在你一直保留着。 巴菲特先生，今日的耻辱，来日必定百倍。玉琴哥哥疯了吗？怎么敢这样跟巴菲特说话？这是不是代表着天盛集团要对巴菲特家族开战呀？天盛虽然强，可是巴菲特家族产业遍布全球。你还能画一个毛头小子皮？还残我！ 我不能倒下，星之宝贝还在等我，陈瑶瑶。 对不起，沈雨欣，我不想再爱你了。想不到这个女人对那个野种居然那么深情。不过私生子怎么会拥有爱呢？ 回家，瑶瑶，陈瑶瑶。
你在哪儿？陈瑶瑶，我需要你给我个解释。玉哥，，我们进去有点看戏了。 妈咪也怕黑，也怕打雷。妈咪怎么还不回来？修成宝贝不怕啊，就是因为爸妈。爷爷，我妈妈怕黑，也怕打雷。我会不怕啊，爷爷在呢啊。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不怕啊。 爷爷能是真树爷爷就好了。宋晨宝贝啊，爷爷就是你的亲爷爷。宝贝，你给爷爷讲讲你小时候的事吧。臭娘们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快给老子开门！你不是缺钱吗？陪老子玩玩。 那以后我和妈咪就很怕雷雨，宝贝啊，以后呢，每到雨夜，爷爷就过来陪你，好不好？嗯。小妖，小妖，过来。爸爸。嗯。 暴力狂呆弟，你叫我什么？暴力狂呆弟。谁允许你这么乱叫的？他没乱叫，你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你干什么动我孩子？那孩子，这是你和哪个王八蛋生的？沈总误会了，我孩子今年5岁，跟你没有关系。什么？ 我不相信，他陈瑶瑶怎么可能会生下我的孩子？是真的，亲子鉴定显示你们俩就是父子关系。谢谢，是真的。 我的孩子，陈瑶瑶，你究竟瞒了我多少？大弟，我妈咪什么时候回来？想知道陈瑶瑶在哪？ 想知道陈瑶瑶在哪吗？是你，放了我，我对你来说没有价值。绑架我，对沈玉行构不成任何威胁。 你也太低估你自己在沈玉行心中的分量了。分量？今天巴菲特的宴会你也看到了，他不会为我做任何事情。所以啊，你要跟我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来扳倒沈玉行。到时候，天盛集团总经理的位置就让你来做，他带给你的羞辱，你都可以一一回报给他，怎么样？我没这个能力，你放开我。 好，我有的是时间。你放开我！放开我！按住他！放开我！
少爷，这位小姐恐怕一躁郁症。躁郁症？根据临床表现以及我刚才对这位小姐血样采集，发现有治疗躁郁症药物的成分。让她拧下来。陈瑶瑶，我天生残疾，你心理残疾，其实咱们两个才是最般配的一对。我可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星辰，你放心，爹地一定会帮你把妈咪找回来的。给我翻转让合同都准备好了。看一下。罢了，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这个是夭夭这孩子这些年的过往，从种种迹象上表明，他当年离开你就是迫不得已。躁郁症。躁郁症，差点就死了。松锦书是他的医生，根据我拿到的这份检查报告显示，他当年的求生欲望非常低。如果他不是怀着星辰宝贝，唉。陈夭夭是我的第一个病人，他的情况要比我想象的严重。宋医生，病人现在不吃不喝，就连营养液都出现了排异反应。2018年12月30日，晴。今天病人在浴缸中割腕自杀了，还好抢救的及时。陈瑶瑶，你陈瑶瑶，陈瑶瑶怀孕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时候，她终于有了反应。你这样下去会死的。你知道你有孩子了吗？我知道了一个埋藏在他心底的名字，叫沈于行还是沈玉行，这个人就是他情绪阀的开关。我不是人！够了，够了，不够了！陈瑶瑶，你就这么贱吗？谁给你钱都可以是吧？他就是为了他自己，退了一份合同，脸都不要了。你现在混得多好呀，有权有势，什么都不怕，我还得养孩子呢。啊！这位夫人，停！我怎么能对他这样？我凭什么对他这样啊？因为刘胖子打我，是因为害怕我被告。他在宴会厅上不求助我，是因为害怕我树敌。别荒唐，原来有王新家的那个人。好在都有所有关系，一定要找到陈瑶瑶。沈国正要什么？所有的关系吗？对，所有的关系，包括巴菲特集团。我们家族向来害怕过任何人吗？他
区区一个沈玉行，区区一个天盛集团，能闹出什么风浪？现在巴菲特家族60%的股份在沈玉行手里，你觉得他能掀起什么风浪来？什么？这不可能啊！沈玉行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实力，沈玉行竟然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做到了这种程度，还不赶快准备礼物登门道歉！听闻宋医生是全球最顶尖的心理医生，那就拜托了。我看病的时候，希望其他人能够回避。还有您，我可以留下，会影响治疗效果。那就麻烦宋医生了。赶紧他们。是是。瑶瑶，瑶瑶，瑶瑶，醒醒。宋医生，在这儿呢，出了点事情。我来之前听说沈玉行已经向巴菲特家族选择。你说什么？为了你，他还挺勇敢的。瑶瑶，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先离开这里。放开。来得够快的呀！你要的合同再给你。放人。光影人，真是跟你妈一样的贱骨头，看我不收拾你！这一次有点过分了。你跪在上面30分钟，我就原谅你。玉行，不，你跪上你的腿就废了。你跪在这个上面30分钟，我就放了陈瑶瑶。沈骨头，你太过分了，不跪就滚！从今往后，陈瑶瑶就是我的人，是生是死，我可保证不了。我跪。玉行，不。不能跪，沈玉行，你不要跪。老子让你放人，听到没有？作为生意人，你帮的明白，有时候你一旦着急，那你就输了。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你的目的达到了。说实话，我有时候真的想你。作为沈家的私生子，居然能拿到沈家的家产。就连陈夭夭当众羞辱他，他都不愿意跟我合作。夭夭，对不起。你还有什么要求？你别说了。我想让你死，你做得到吗？妈妈。妈咪，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哟，小语种，换女人。
不要，我拦着带回去。小妖，让他们住手！ 住手！小妖，对不起，放我们走。你们要是敢伤我，你今天一个也别想走，最好别得寸进尺。你不要，小妖。 你冷静些，他不值得。程瑶瑶，你冷静点。你要是不放我们走，我今天就杀了你，我们同归于尽。你敢吗？啊！精神病杀人不犯法，不信你就试试。好，让他们走。啊！别走。 给我，你会对他好吗？他比我的命都重要。放手！把这个孩子给我卖掉，卖了越远越好。 杀了呀！我又不是人贩子，够吗？够！好好享福去吧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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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找到了吗？没有。那还不快去找！ 这娃账得亏军的，咱真要把他卖了吗？没，咱把你卖了的。先给他骗，但是咱不是收了那女的钱了吗？来了，你知道我女的是谁不？就是的嘛，我女的一看就不是啥好东西，拿着我的钱，咱不亏钱。哎。 哎，我，你屋住在哪里呀？我住在妈咪。啥妈咪带你呀？想不想偷出的？你妈说不定已经回去了，还去找你妈好不好？哎，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知道孩子丢了你会怎么样。 陈瑶瑶，我要让你知道得罪我，什么？哎，沈伯伯，怎么是您啊？哎呀，我没时间给你解释，我还要找孩子呢。哎，孩子是陈瑶瑶的孩子吗？你见到过，在哪见到的？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要找陈瑶瑶的孩子啊？ 实话跟你说吧，那个孩子是雨欣的。什么？是不是搞错了？他怎么会？不会错的。还好把那个小畜生丢了。沈伯伯，我帮你一块找吧。快点。是。 锦州，怎么了，大少爷？不着急去医院吧？星辰。
자꾸 내가 싫어지는 걸까요? 아직은. 哎，还真有爹地这个称呼。耳朵染出来，别就是爹地。你带啥？爹地。哎。装个骗，装个骗是不是？那个不你，哎不然。妈妈，妈妈，妈妈。啊，哎，这死兽质量真好啊！谢谢你们救了我孩子。不用不用，我们做的是好人好事。我们做的是好人好事，哎，又说些报酬了。你不是说做好人好事不求回报吗？是不求回报？那个回报，那个不得不，我就冒啥？这些的确是给你们的，不过，在这个你，让你们把孩子救。哎，是，就是他，妖里妖气的，一看就不是啥好东西。嘿嘿嘿，谢谢谢谢，谢谢老板。大家今天尽情开心，所有的消费由我买单。婉婉，你真的会嫁给沈玉行吗？肯定是真的。据说退婚呀，可不是沈玉行的本意。据说沈玉行就连巴菲特家族都要离两三步。我们举杯祝福婉婉。别做梦了。你不是想要祝福吗？那就祝你这种恶毒无耻下作的女人一生不得所爱，孤苦无依。陈瑶瑶，你疯了你！这话送给你自己。爸，爸呢？爸都死了吗？赶紧给我把这个疯女人拉走！陈瑶瑶，你怎么敢打人呢你？就是，我看你真是疯了。哦，你该不会是被沈玉星给甩了，来让我们婉婉撒气的吧？我为什么打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想卖我孩子吗？你不知道？你想要把我孩子卖掉？你不知道？卖掉怎么了？你的孩子就是个笑话，婉婉帮你处理掉了，还省事儿呢，你说对吧？你一个未婚先孕、怀了野种的人，还有脸在这里大呼小叫呀？别以为你之前和沈玉行有点关系，就能骑到我的身上。你一个家破人亡的落魄户，收拾你都不用我们亲自动手。处理他之前，能不能先让我爽一爽？毕竟是永城有名的交际花，那滋味肯定很爽吧？哈哈。陈瑶瑶。敢来我唐家撒野，你就要做好受死的准备。没了孩子的依仗，你拿什么和我斗？谁敢对我家少夫人不敬？谁敢对我家少夫人不敬？这是沈家的沈管家，你没看错。沈管家不必动怒，陈瑶瑶这点手段我还没放在眼里。哎，沈管家是来给我们婉婉出头的吧？这么说，沈家是承认了婉婉少夫人的身份啊？恭喜婉婉得偿所愿。就是，不像某些人呀，妄想攀高枝。那
这下呢，你连最后的靠山都倒了。我看你呀，还拿什么跟我们斗？还不快点把衣服脱了，让哥哥爽一爽。哥哥，等下给你求求钱。你们怎么就确定沈管家口中的少夫人就是唐婉呀？怎么？难道你是沈家的少夫人？当然是我。当然是我。你们，沈管家不必着急，我倒要看看陈夭夭的美梦要做到什么时候。就是，谁不知道你当年是嫌沈总穷而抛弃他的？这件事情咱们学校人尽皆知，你不会以为沈总还愿意和你结婚吧？就是，哎，他还真敢自信的呀。沈总呢，可不是一般的男人。他以为就凭他那点手段就能拿捏得了沈总？哼，行了，没必要为了一个垃圾浪费时间，还愣着干什么？住手啊！住手！沈管家，没事的。玉琴哥哥要是怪下来，算我的。我让你们住手！我们沈家的少夫人就是夭夭小姐。什么？什么？不可能！什么？难道陈夭夭真的要嫁入沈家了吗？沈管家，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沈家少夫人，尤其是这种破落户，她怎么会嫁入沈家？哦，我知道了，该不会是你收了陈夭夭的钱来这儿装腔作势吧？陈夭夭，你可真是不择手段，可是你这点小伎俩我们看不上。就是买通一个管家就敢在这里耀武扬威啊。沈管家，你可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自毁前程呀。就是，等婉婉把这事儿告诉了沈总，你会吃不了兜着走。简直不可理喻。别指望他们长脑子。放心少夫人，我今天肯定让他们给你个交代。动手，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我看谁敢。我看谁敢！爸，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就被他们气死了。沈管家，沈老和我可是至交好友，你带他们来我这里撒野，恐怕不太合适。只是奉命行事。哼，爸，沈管家只是被这个陈夭夭蛊惑，要收拾也收拾他。陈夭夭。和你爸陈静宇还真像。我是爸的女儿，自然是像的。就是不知道唐婉是不是遗传了您的基因，所以才会这么蠢。孟尝妖精。陈夭夭，我知道你有恃无恐的原因。沈家确实放出消息来了，说你即将和沈玉行成婚。什么？陈夭夭说的竟然是真的？不过沈红熙都得给我几分薄面。这样吧，我做主，你给婉婉道个歉，今天这事就过去了。爸，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他呢？我是啊，怎么能轻易放过呢？做错事的人就是要道歉，所以该道歉的人是唐婉。我倒是不急。陈夭夭，你怕不是疯了吧？竟然敢和唐总叫板！唐总给你台阶，你还不愿意下？陈夭夭，你确定要让婉婉给你道歉？不仅要道歉，还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还嫁入沈家呢，行事就如此的嚣张，你信不信？让他们把你扫地出门！不信！不信！不信。站着。夭夭，对不起，我来晚了。星辰宝贝睡了吗？睡着了，不过我第一次当爹，难免有些手忙脚乱。你
你竟然找回来了，唐叔叔，说沈家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这种事情？哎，雨晴，我跟你爸不仅说，从你女儿把她孙子拐卖给人贩子开始，他对唐家的恩情就这么。唐叔叔。 要不然算了，不能算。二瑞亚对你的侮辱，今天你必须。没法烧了，分不清大小王了。我就是一时冲动，巴菲特先生啊，您来的刚好啊，有人在这闹事不服管呀。谁敢在唐家闹事，我给你做主。巴菲特夫人，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就是那天那个上尉的小三，他今天又打上门来了。你是说陈幺幺小姐也在？对，就是她。上次您教训的不够，她更加嚣张了。够了。 陈瑶瑶，上天总是会降服。唐总，沈玉行先生是不是也在这里？啊，就是他们在这闹事。有您来啊，他们绝对就不敢再继续下去了。这沈玉行见到巴菲特先生也不知道过来打个招呼。沈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陈瑶瑶，今天就让巴菲特夫人再好好教教你做人。好啊。 不知道巴菲特先生和阿瑞亚女士有何指责？大胆！大胆的是你们，沈先生，之前都是我妻子做错，我在这里给您道歉。沈先生，对不起。 我之前都是听了姓唐的那个女人的唆使，才会对陈小姐动手的。沈先生，还请你原谅我。张哥，你干嘛？巴菲特先生好像在祈求沈总的原谅。我们是在做梦吧？巴菲特先生，您闭嘴！得罪了沈总，就等于得罪了整个巴菲特家族。你们该道歉的不是我。 而是我夫人，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过，我就是你手中最大的那张王牌。请沈小姐，哦，请沈夫人原谅。沈夫人，请原谅。不好意思，我不能原谅你。如果人。 仗着自己有权势就可以随意欺辱他人，那人和牲畜无异，我忘不了你给我的羞辱，所以我不能原谅你。陈小姐，听到了吗？陈小姐，真的知道错了。陈小姐，我知道你是陈家人，我和你爸是旧相识，我甚至知道陈家破产的原因。你说，我这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年陈家破产是唐家所为，就连你父母的死。 也跟他们脱不了干系。什么？你说，这跟唐家无关啊！这是你做的！停！唐家因为涉嫌非法集资、非法竞争，被没收全部财产。传言中，与其女儿唐婉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捕。 你以后不用继续再吃药了。谢谢你，宋锦书。
恭喜你啊，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他的身边，祝你幸福，也祝你早日找到真爱。有，妈咪，逍遥，我们回家吧。谢瑶，这么多年，我的心里一直都是你。